去年有去大甲溪的石冈段做了一趟化石的研究之旅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有带了一些东西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边哈，这有一些是那个扇贝的化石，这边有一个比较完整，这个这是扇贝的化石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是比较破碎的。那这里有一些是木化石，这个是木化石，就以前的一些古代的植物的化石。这一个研究了很久，后来终于知道是什么，螃蟹。不过它没有脚，只有身体，这是个螃蟹，可惜了。如果是有脚的话，哇，那这个就不错。好，这就是去年去石冈那边捡到的一些化石。啊，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化石要把它弄下来实在是不太容易，因为其实它那个石头都蛮碎的。你如果技术不是很好的话，大概弄下来就像这个样子，碎掉了，没有办法整个把它敲下来。可能也不是很方便带什么电动的工具去切割啦，因为那样好像有一点违法的样子感觉。我们纯粹只是研究。好，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